这个我啦，这个你哦，这个我啦，也无成啊。有啊，体无骨髓甲。讲这有成，家己讲哦。啊，你去当阵嘛是像安尼。啊，表演特技。那你那有遮水哦？长辈他们刚开始彼此不认识，要找到班也不太简单。就像金莲阿嬷，她进来的时候，她也是一直要跑出去，要回家回家。刚开始我也会说阿伯，你来试看麦下啦，来家拢嘛是带朋友在政府食的吼，你安来吃，吼，啊你会感觉人生足有色彩哦。因为他口袋没有钱，他就不吃饭。以后我们就拿了一个便当盒，然后跟他说阿嬷送便当来，他就觉得太太送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吃了，他就很放心的吃。所以阿公他进食的餐具跟别人是不一样，他是便当盒。阿公，小姨阿公，来，我爸上便当来啊，来，咱安坐下吼，爱食饭，行来去。原来我也不晓得这个地方是老人日照中心的，每天就是早晨来，下午回去，有个书法班呐、有个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的，这个就是按照大家的兴趣，就是不错的一件事情。跟着老师学、老师怎么做我怎么做，在这里也都是朋友。上边有花，上边有什么花？有桃花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蝴蝶。你以前是也是跳舞的舞蹈家、对不对？对对，我跳舞跳得非常好。他们说他没有partner， 我说我也没有 partner， 我就跟他一起跳舞就认识了，后来我们就相爱了。我跟他讲什么他只笑笑笑笑。Okay. Oh, you're moving very good today. Good, good, good. Yes. Okay.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托儿所，那我们这边只是比较年龄比较大的托老所。我是还蛮是你讲的，你会记未？我未记。你未记啊？妹妹，这让你带回去好不好？人家爱对囡仔哥哥说带回去，我带回去做新妇啦。啊，这查甫呢？结婚了！结婚了！因为当时我们来日照以前也在选择。要一个万佣陪伴老爸妈，然后还是来日照中心，然后一个是一个人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团队，照顾一些长辈，那他能够分到的资源可能比较更多一些，在一个不特别麻烦人家的一个前提之下去被照顾着，那无形的那就更不无法计算，就是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，但是长辈的照顾我们这边还是可以兼顾到。